前一段时间刚刚发布的这个 iQOO Neo 呢，在外观上啊，基本上是因为没什么太大变化，现在一正常。是一个 S5K GT1 来自三星。在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百万特别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VIVO5Z5 这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单和视频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预告一下，我们小白兔的微信俱乐部将会在本月上线，也可以方便的试试。然后两边呢都是深蓝色，所以说放在这儿的时候就有这种紫红色的渐变啊，在中间的这一条。这台机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，这个8.13，后面呢它是使用了一个712，骁龙这边的处理器并没有上到73。小米的 CC9 可以跟它简单做一下对比，如果用握持手感的话，确实小米 CC9 这边呢要更好一些，因为它有这个收边的处理，但是 VIVO5Z5 这边呢它是比较硬朗直板的，这个机型它没有这个过渡。而且呢这两台机器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前面这个屏幕的塑料框架，塑料支架它是稍微宽一点， 2.5D 呢不太明显，划过别人的时候比较相近，他们的配置方面呢，他们最大的